谢谢大家。谢谢。今天是第一次的跟乐团老师们彩排，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唱这么多首歌，但是都还不到小巨蛋的一半。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先把音乐走顺，还有我的呼吸的位置啊，唱每一首歌的发音位置，还蛮好玩的。我们的那个音乐总监很棒，如果不是我太爱聊天，其实他还蛮准时的。明天开始我不闲聊，别有的没的了，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最棒的秀。